Hello，Hello，我是米莎，现在呢，我在苏格兰的爱丁堡，我们看一看由我们中国人举行的舞龙和舞狮的活动，不知道啊，现场会不会有很多人？那我们稍后再见。好，现在活动结束了，现场的人还是出乎预料的多啊，尤其爱丁堡相对于国内来说只是一个5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，而且呢可以看到舞龙和舞狮的演员还有鼓乐的演员都是苏格兰人，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。在最后也是提前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龙年龙马精神，龙腾虎跃。